多多见谅一下，今天可能很多歌没有办法唱得那么好，因为实在是口罩戴口罩不太好唱。下一首，请问给我一个理由忘记，点播的朋友在哪里？给我一个理由忘记，在吗？看一下，点播的朋友还在吗？好，那我先跳下一首哦。哇，有一首歌实在是太符合我现在。梦伦在吗？梦伦，他点了一首《氧气夸胡》，我要听缺氧版。太适合我现在的状态了。我来唱一下《氧气缺氧版》，这应该可以是我今天唱的最合乎歌曲的一首。最近有没有活动？应该都有一些取消。尾牙有没有？尾牙就是不公司尾牙不办，有吗？都取消了，真的、哦、啊！公司有发钱，有吗？现金换现金哦。啊，你们其实是比较喜欢换现金，还是喜欢办尾牙？换现金。真的，有人马上毫不犹豫说，我就是喜欢换现金，真的。你也是喜欢换现金的，就比较实际，也好实际哦。但对我们这些表演人来说，就是你知道最近。工作都被取消，好可怜，只好上街头唱歌。希望大家给我多一些鼓励跟支持，感谢大家。好，看一下哈。还没有追踪我的朋友，大家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前面哒哒哒哒哒一整排的 QR 码。然后呢，可以把我的关注起来。我现在除了唱歌之外，我还有在主持那个旅游节目，每个礼拜天早上11点锁定民视第6台，那个他旅游就可以看到我主持的旅游节目。那这个节目呢，就是在带大家去哪里有好吃好玩的新旅行，大家可以关注一下。如果你们不常看电视也没关系，就是这边有一个 QR 码，写他旅游的 QR 码，扫描一下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的 YouTube 的，之前在电视播出的影片就会放到 YouTube 上面，大家可以利用假日如果没事的话，然后就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旅游节目，可以做做功课，看一下我们去哪里吃喝玩的。基本上在台湾就是北中南，我们就会到处跑。好，像我昨天还有。昨天才刚从彰化回来，这边有彰化人吧，对不对？彰化人，我在 cue 彰化人，彰化人，你也是彰化人，真的？彰化哪里人？啊？啊？田尾。哦，我们昨天外景节目去彰化的那个社头、田尾，然后还有去园林吃那个超好吃的霸王，还有，好，谢谢。我第一